大家好，我是凯伊的朋友星运。星运，我想挡我的脸不行。因为他是暴力。从今天开始，凯伊的粉丝男粉丝叫做一步，女粉丝叫一爹。为什么叫一爹啊？一爹呀，一爹。저번라쿠텐노래를되게좋아하거든요라이썸이거되게좋아하는데제가이렇게이번뮤비에참여하게되어서기쁘고오늘재밌게촬영하겠습니다 Hello， 我是凯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然后我现在是在干嘛呢？我们今天是来拍2023拉库登尬鲁学妹的画面捕捉哦。没错，上次的影片是全部的拉库登尬鲁，扣掉外籍，所以是总共是31位拉库登尬鲁的合体的一些画面。那今天是学妹的，但是因为今天雨汉有工作，所以其实就只有到7个人。我们拉库登尬鲁应该这一届的新人有8个人，有我凯伊、温妮、Kira、星运、丽轩、子轩、李瑜、雨汉，总共8位。请大家多支持我们哦！那我们影片就继续看下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凯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忙碌的凯伊，很不专业。我是凯伊。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拉库森尬鲁斯学妹。尬鲁斯是什么？日文版。哦，尬鲁斯。然后后面这个白色衣服的是丽轩的屁股。大家好，我是凯伊的朋友星运。我想挡我的脸不行，因为他是暴力。哎，这剪辑师看的会很不爽。我会先初剪再交。那没关系，那就去。要确定哎，你要自我介绍，你要说我是谁？你要说我是23号的星运。我是23号的星运。我是88号的凯伊。哎。他们都走了，回来一下，回来一下。没有人想要，我要自我介绍，管他的频道，因为就可能没有流量。没有，喂，是温妮，97号温妮。大家好，我是丽轩。你要露脸呐？他很不行。大家好，我是丽轩。超敷衍。你是8号的丽轩。你管人家？我是8号的丽轩。好，快去了。我要考你们，我几号？因为我很常出现。我是伊布，我是伊布，我还是蟹宝，我是一爹。你什么我啦？芋泥，从今天开始，凯伊的粉丝男粉丝叫做伊布，女粉丝叫一爹。为什么叫一爹啊？一爹呀，一爹。温妮的女粉丝叫芋泥，那男粉丝叫温开水。为什么？因为男生不是说要多喝温开水？哦，对，直男，直男多喝温开水，很适合。我说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要拍学妹的一些 MV 的一些画面，这样，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可能跟桃园集结的一些画面。跟桃园集结？等一下，因为要去球场最方便的就是搭集结。桃园集结。对，虽然我从来没有搭过，因为我很懒，我都直接搭计程车。你有搭过桃园集结？没有。因为我从高雄上来，所以我就是在高铁站，然后我就觉得要，而且机姐啊，这样会不会讲机姐坏话、啊？就是有时候要等几分钟，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迟到的话嘛，要很贵。其实高铁站到球场很近，高铁站到球场很近，所以坐计程车也不会很贵。那你搭飞机要搭机姐吗？搭飞机，我最近没有出国，我很难过。欸、可是我以前搭飞机，我都是直接，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出门，所以我都是直接包车，包车到台北，直接到那个桃园机场、啊，就不用坐机机，其实也比较方便。对啊，其实很方便，因为在上面还可以睡觉，你就不用一直。我是一个很讨厌一直换车的人，所以我其实很讨厌搭捷运，除非真的车程很贵，很贵，不然其实我很少搭捷运。我是可以说是懒，也可以说怕麻烦，然后主要也是用钱买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有道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拜拜。这个是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不要入镜了，我的 vlog 频道。对对对。哎、欸，可是我很常遇到你。啊？对啊。为什么？因为你拍。为什么？不要乱讲。不是啦，拍摄的时候很常看到你啊。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帅哥摄影师。要怎么称呼？男生当马龙。什么什么？小凯，小凯，哎、欸，我也有凯这个名字，我是凯一。
直接据点人家。对 ，Joseph。那翔是翔，是你的你的 LINE 上面有写翔啊？翔行，翔行，不会有人单叫翔啊？不是，他的群组啊。你是轩，你是轩，你是轩，流量很没有的话，温度温度有，只有一个字哦，温吧。我在努力经营中，我跟你开玩笑啦，我刚才也帮他开场。对啊，我哪一天可能就有流量了，流量密码给你。Oh my god！ Oh my， 不要吧，然后直接没有流量。我跟你讲，你要遮住，但是我会帮你上那个小草莓。对，小草莓，漂亮哦。对啊，好，好，拜拜。안녕하세요是저는니윤스입니다 Good job 是33号我希望温妮的漂亮哦我希望李云的赞哦今天开心吗今天很早起累吗只开什么只开累打、okay. 啊啥只开累打就是什么意思很累的感觉哦很累的感觉看得出来很累吗还好，你看我黑眼圈，真的我是十七天没回家的小朋友。十七天，哇哦，那你还是住台北好、啊。你要帮我找房子吗？谢谢凯伊、谢谢。哇，这个是谁？这个角度不好看，很性感哎、欸。谢谢。哎、欸，你的妆真的很完美，为什么？我女装也很完美，就是它这个角度。我有点漂亮。好，来，漂亮漂亮哦，开心开心哦。啊，现在呢要前往下一个拍摄地点，哇，心玉睡着了耶，心玉睁开眼睛了，好，我们往下一个地点前进。今天终于跟多慧拍到了，多慧大家应该都认识，不需要我介绍了。那今天是来拍我们拉库特尬鲁2023的 MV， 那你的心情如何呢？어우선너무설레고그리고제가저번라쿠텐노래를되게좋아하거든요라이썸이거되게좋아하는데제가이렇게이번뮤비에참여하게되어서기쁘고오늘재밌게촬영하겠습니다因为都会加入乐天有一段时间了那有什么心情呢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제가4월부터시작했으니까지금한4개월정도가이제지나가고있는데일단처음에는떨리는마음이컸는데지금은이제좀즐기고편안하게된것같아서그리고친구들도너무너무저를잘챙겨줘가지고빨리적응을했고또앞으로더좋은추억들많이만들고싶어요예谢谢多慧不客气耶、yeah, 这就是我们今年2023拿库村尬鲁的所有的新成员还有雨翰上去哦还有雨翰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耶、yeah! 我现在在桃园捷运维修厂这边出发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到一个地方要行经30分钟20至30分钟对就要到那边拍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要睡觉哦真的嘿今天的拍摄团队大家都辛苦了练舞的练舞睡觉的睡觉睡觉就在大部分都要睡觉好辛苦哦因为今天大家都太早起床漂亮啊还是很漂亮美丽我们现在是休息时间，听说等一下的拍完应该就要结束了。那个我们 Kira 已经差不多要关机了，就他现在吃我们的花生牛奶来补充他的血糖跟热量。嗯，
这个蛮好笑的。嗯，对，我们刚刚在桃园捷运上，然后拍了一些画面，拍了整个下午，然后他们现在在 setting 场景，等一下再回去拍，要拍晚上的场景。OK， 就这样，拜拜，拜拜。其实看不到。我们要排下一个了。请问你对今天我们的表现有什么感想呢？还没有下课，一百分，一百分，耶！那继续，继续，继续，加油！耶、yeah! ！好开心哦，拍完了，谢谢慧慧的舞蹈的造，舞蹈的编排，耶、yeah! ！啊，大家结束了都很开心，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这个时候，耶、yeah! yeah, ！谢谢我们辛苦的，哎、欸，等一下。一步还在赚钱，一步还在赚钱，谢谢大家哦。你要录影，你要给我。这就是我们乐天女孩 Rakuten Girl 新人学妹，就是拍摄的一些 MV 画面的捕捉。